重庆的两个大哥哈，过来看那个普罗德小狗。然后呢，另外还有绵阳的几个大哥过来看那个普比，他们一次要带几只回去。你喜欢哪种？喜欢五百色。我喜欢那种色呀。这个呢就是普比哈，普比和纯普罗特还是有区别的，它的耳朵没有那么大。那个有比特的那个基因了嘛？要要的。那个根儿长得可以，细分度还可以，比我们好。这个好，我要给细分度都很高。穿旧了喂，才放出来耶，要放喂，要子喂一下嘛。看一下我们这个小狗哈，它提起来它都不会叫尾巴的。绵阳的两个大哥已经选好了哈，这两个普比，一个虎斑一个黄狗，带走。叫尾巴的狗要得，整个那个看起高级感些大点咯。你看它不得乱叫，你喜欢纯黑的嘛？喜欢细点嘛？纯黑的里面还有两个，对，就是那种越看越耐看，一种颜色的狗儿，越看后头越单一。对，大哥看好了啊，这一条公狗普罗特，他们决定带走哈。大哥马上带起走哈，给他加一针这个疫苗，这是第三针，打起了。好，这就扒了一个就够了，前头把前头走完，我狗儿坐。你跟着，你也上去啊？拍照后头还可以。带走哈，普罗特，小公狗。王三，过来，过来。现在呢，天气凉快了哈，附近的很多大哥呢都过来看那个猎犬那些，然后外地呢朋友呢也不用担心了，因为现在天气凉快了，这个狗坐车呢它就不怕了，是吧？